当我和老公成为室友之后，你不睡觉干嘛呢？你不睡觉你在干嘛？你化妆了呢？你大晚上的你化妆了？你化个大红嘴唇干什么？不是没事儿，晚上化个妆漂亮吗？你管我干什么？干你什么事啊？你快睡觉！因为我起来干嘛？拿我枕头！你睡觉你拿我枕头干什么？天天这我枕头啊？你的枕头在那里。什么？我的枕头在哪？那是你的枕头。我不知道，那赶紧走吧，拿枕头走吧。啊，你的，拿了就走吧。关门。你抓走吧他。拿我的手。第二次又冲进来。没有电了，你看我手。看我手机干什么？拿走，碍事拿走。我在这碍你什么事了？我睡觉啊，我的。你睡觉你怎么不没睡呀、啊？你这不哪里睡了你？我刚要睡觉，你就开门了。刚要我怎么那么巧呢？赶紧走吧。就在那看手机，我不走，你让我走我就走。行，你站着吧，我睡觉。嘿，你让我站着我就站着。第三次又进来了。我不冷。你刚才不是一直在咳嗽吗？是我咳嗽，我不习惯了吗？给你送温暖呀。你干嘛？贴不贴心？暖不暖心？你这么贴心，你想干嘛？我没有啊，我这没私房钱了。什么私房钱？我没有私房钱。孩子们都睡了，喝了吧，大郎。谁知道小人之心？我给你吹一吹，给你吹吹来。哎，你打了一分钟是吧？啊，30秒就可以了。我喜欢喝一分钟的，一定要暖了你的心，暖了你的胃。烫怎么喝？怎么烫？给你吹吹，我给你吹吹。哎呀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什么？叫你看啊。你干什么、啊？你今晚上不热了啊！来，我喝。怎么？我给你送温暖也不行。行，快，我喝了，喝了，赶紧走，我喝了，拿，行。不用着急，慢慢喝就是了。不着急，我不着急。对，你走吧，我慢慢喝。我得等着给你拿杯子。我放这里行了。我还得去洗了呢。我去洗，明天我洗。不能，我洗。你生病了，你咳嗽了，你不能洗。我没事，我洗杯子还没事，走吧。没事，今天晚上没啥事儿，给你去洗个杯子。赶紧走。干什么？老黏我干什么黏？行了，走吧，喝完了，走吧。第四次又进来了。白眼了，关灯，我给你关灯，我自己会关。我给你关。